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，我是金水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如何在 NAS 上安装一个软路由。本来呢，这一期要跟大家讲如何在高克系统上实现两条宽带进行融合的。由于金水家的一条宽带呢，刚好在过节之前呢到期了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。金水呢也是在想办法找周边的一些朋友，看看谁家有两条以上的宽带，来尽快的跟大家补上这期视频。其实金水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也算是很早很早之前挖的一个坑了。之前在群晖的那几期视频里呢，就跟大家一直在说，一直要做一期这样的内容，如何将群晖的功能最大化，利用它自带的虚拟系统呢，安装一个软路由。今天呢，算是金水把之前挖的坑给填上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话不多说，马上操练起来。好，今天我们开始教大家如何在 NAS 上面安装一个软路由。这个坑呢，金水之前已经挖了很久了，今天呢，咱们把它填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下载一个软路由的系统。我们打开酷社类的这个网站，点击固件下载。这里面的固件有很多种啊，我们点击 X64， 在 X64 里面也有很多啊。我们在这儿选择虚拟机转盘或者 PE 下写盘专用。在这儿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几个，我们选择呢是选择 AMG 的这两个。如果你的软路由是 UEFI 启动的呢，建议你选择下面这个。好了，那我开始选择上面这个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下载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解压一下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解压完成了。解压完了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固件呢有700多兆。好，固件下载完成了，我们就马上连接到我们的 NAS， 开始下一步的操作。好，我们现在连接我的 NAS。好，我们已经连接到我的 NAS 了。然后我们来到套件中心。打开套件中心之后呢，我们点击所有套件。在所有套件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找到群晖自带的这个虚拟机。由于我已经安装过了，在这儿呢，我就不演示如何跟大家重新安装一次了。好，我现在这里需要更新，我们点击更新。OK， 它已经更新完成了，我们点击打开。由于是第一次使用呢，它弹出了一个设置向导，我们点击下一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 NAS 里面呢，有两个储存空间，一个呢是 4T 的硬盘，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三块 4T 的硬盘呢，我组了一个 RAID 5。我希望呢，把这个 RAID 软路由安装在第一个硬盘。好，我们选择储存空间一，点击下一步。这些呢我们不用管，点击下一步。好，我们选择是，整个的设置过程呢应该在1分钟左右，具体的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要看你自己配置的速度。好，我点击完成。这里呢它提示储存空间不足啊，我们暂时不用管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把我们之前下载的 LED 的固件挂载到印象里面。好，我们点击印象，点击新建，选择从 PC 上传，浏览，找到我们刚才下载好的那个固件，点击打开。这时候的名字呢，它已经自动填进去了。好，我们点击下一步，我们点击应用。好，这时候稍微有点慢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已经上传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在设置完镜像之后呢，我们点击网络。好，系统默认的这个呢，我们就删掉。我们点击新增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这个 NAS 上面呢有三个网口，前两个呢是我后加的这个 PCIe 的双网口的网卡，那后面这个呢是主板自带的一个网卡。
为了便于区分呢，我们把最下面的这个呢设成烂口，点击应用。好，我们再设置两个。这个呢我们设置为万一口。局网二呢我们设置为万二口，因为将来有可能我这里面有两条宽带的接入。好，我们点击应用。OK, 这样的就设置完成了。接下来呢我们点击新增。在新增旁边呢我们需要点击这个下拉菜单的小箭头。点击导入。我们点击呢硬盘映像导入。点击下一步。好，点击下一步。我们起一个名字。CPU 这里呢我们选择两个 CPU。内存这里呢一 G 就足够了。那在这里要多说一句呢，如果你的 NAS 配置比较低呢，在这里 CPU 也可以选择一个，那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。好，我们选择下一步。其实虚拟盘里呢我们两个 G 就足够了，但是由于这里我们现在改不了啊，只能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点击下一步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面我们默认连接的是 LAN 口，那同时呢我们需要再加两个 WAN 口，再添加一个 WAN2。 好，这时候呢我们点击下一步。如果你需要把你的软路由当做一级路由来使用的，这里呢你可以把自动启动打开，如果你不需要自动启动的，你也可以不打开。好，我们点击下一步。这里呢我有三个用户，在这里呢我们只给超管用户一个权限。好，我们点击下一步。大家简单看一下设置里面没有问题。 OK, 我们点击应用。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软路由搭建完成了。接下来呢就是软路由的设置。现在呢虚拟机的软路由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。由于我这个网络中呢还有另外一台软路由在拨号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需要把我的软路由以及这个 NAS 关机重新设置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 NAS 关机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 NAS 关闭了。然后呢我们现在把网线插到我们刚才设置的 LAN 口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网线呢连接到电脑上，我们把 NAS 开机。好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电脑操作一下。这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网络属性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网卡IPv4 这里设成自动获取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打开群晖助手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时候呢 NAS 会被重新分配一个新的 IP。 好，我们点击链接。 OK, 我们已经登录上来了。然后我们还是点击套件中心，点击已安装，打开我们的虚拟机，点击虚拟机。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发现你的 LED 呢，由于我们之前已经设置为自动启动了，它现在已经正常运行了。好，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LED, 点击连接。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，那就恭喜你了。咱们这次呢类的软路由安装失败。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呢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金水今天翻车了。那确实呢我也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翻车的，也看了很多帖子，发现这个东西呢其实真的不应该升级。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金水今天手欠，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，如果你跟我用的一样是群晖的话呢，那一定要注意不要把你的虚拟机升到最新的版本，在 2.31 版本以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2.3亿以上的，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因为现在的情况呢，就是它不停的在重启，不停的在重启，我也苦闷了很久，最终呢到网上翻了很多帖子，才发现我们呀刚才手欠了，把虚拟机升级到最新的了，所以说呢现在没有办法，只得卸掉重新装一次。那如果你也碰见跟我一样的情况呢，接下来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。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，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那就请你点赞评论转发订阅充电留言弹幕一条龙。 YouTube 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，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。无论怎样，您的关注都是我继续坚持的动力，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，我是金水，咱们再见。